延续2021年推出的音乐专辑《都是因为爱》，要在后疫情时代重回爱的维度，用情歌与美国粉丝交心。由严志玲与尤秋兴所组成的摇滚乐团动力火车，2023年3月12日将在南加州 Pasadena Civic Auditorium 举办《都是因为爱》北美演唱会，让粉丝重新拥抱行走 CD 现场热翻天的摇滚魅力。随着这个可能是年龄的增长，那尤其是对生活的历练，不管是爱情，不管是家庭，那也有小孩，那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会有一些不同，就是会有改变。那唱起一些情歌，就越来越有情感。所以这次的新专辑，我们就出了很多比较抒情的歌。所以这次我们的演唱会呢，我们就连接了我们这个新的专辑，叫做《都是因为爱》。且透过动力火车26年以来的各张专辑，不只要重新温习百听不厌的旋律与动人心弦的百万销售金曲，来延续一份追求梦想的冲劲，且以宠粉出名的动力火车，还要尽可能的满足美国歌迷的期盼。说实在，我们也没有常去这个美国办演唱会啦。所以请大家也多多担待，因为有很多歌曲，因为也是要配合我们这次的新专辑。但是我们在洛杉矶这场演唱会呢，我们还是有选一些比较早期，然后比较摇滚的一些歌。那希望大家，因为可能大家有比较少看到我们表演，所以不完全都是这次的新歌，也不完全都是以抒情歌为主。此外，观众重回演唱会体验神鬼级团体动力火车高超的现场演唱功力，同样是在遵守洛县卫生局防疫指南且延续安全第一的前提之下进行，就是希望全场粉丝能够尽情享受。带一些万一有什么状况的时候，那些感冒的药应该会带着吧。观众把握机会提前预购动力火车美国演唱会门票，可以直接进入 Pasadena Civic Auditorium 官网，在首页的左上方的 Search 搜寻栏中打上动力火车乐团的英文名 Power Station， 就会看到演唱会的日期、地点和内容细节。接下来在页面的右方红色的 Buy Tickets 按键，就会连接到 Ticketmaster.com 的购票官网，开始选择区位。动力火车的演唱会座位共分成 Orchestra、Lounge 和 Balcony 三大区，共有6种价格选项，只要将鼠标点进去，就会看见蓝色圆点，代表可以预购的未售出座位，同时还会显示出座位的号码和票价，之后选择付款方式就能完成下单。除此之外，歌迷们也可以上东森美洲电视官网，点选动力火车都是因为爱美国演唱会的粉红色区块，同样也可以看到演唱会日期、地点和细节。接下来点击立即抢票，就会自动连接到 Ticketmaster.com 的购票官网，以相同的步骤完成下单购票，整个购票过程更加简单且安全。全场只有3000个座位的动力火车北美演唱会，票价从88元起，一共有6种选择，敬请歌迷把握机会。查询演唱会详情，欢迎电洽东森美洲电视客服专线18773888787。东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